Hello， 晚安。今天是，对，我没有网络。今天是初五开工咯，开工大吉，大吉大吉大利。想要，怎么找不到手机的网络、啊？卫生纸。我要擤鼻涕。哦，我要去那个。等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开工？为什么我有电脑连不到我的网络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？哦，对啊，很久没有在家里直播，就是我干净的房间，我家房间是干净的，因为我除夕前就把它整理好。哎，我现在怎么没有那个啊？我现在怎么没有网络？那我用我的那个好了 ，Switch， 用 Switch。的 YouTube 没有，我只有整理表面，我就是做表面功夫的人。噔噔，都没有，有了，播什么嘞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网络之后，我的 Switch 有连上，其他都没有连上。音乐。因为来不及啊，因为就是之后几天才整理。有我买了新游戏，所以我才把它拿出来。那我太就是一直尘封。哎呦，照到了，还好。我现在房间很干净啊，看一下。我买那个啊，那个奇诺比奥。哎，拍一下这个，拍一下这个过敏很好用，推荐大家。如果大家有过敏的困扰的话，可以使用这个。为什么不行？他们很多那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游戏啊！我不是 N 年前就讲，我没有买新真的赛道哎。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常玩。好，我刚刚讲到哪里啊？我化妆包在哪里啊？加一点眼影好，不然我看起来像笋饼哎。是奇诺比奥，我大家可以给大家看。我就是这几天玩大概十关吧，但好像只有也没有很多关，因为。它就是一个那种小品游戏而已，但因为是奇诺比奥，所以一定要买。我现在听起来真的很像生病，但是我只是过敏。天气变化大，我没有都过年在奇诺比奥，我大概只有在奇诺比奥的世界几个小时，就是在火车上玩，因为我刚从花莲回来，也没有刚啦，昨天就回来。昨天晚上回来的。对，我现在是鼻音哎，我已经喷那个我的鼻喷剂了，但我还是还没好，请大家稍等我一下，我待就会好了，听起来就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真的很疑惑，为什么我手机连得上，不是我 Switch 连得上我手机网络，然后结果我的鼻垫没有我的手机网络。但是现在 Switch 很棒哦 ，Switch 也有 YouTube。而且 Switch 有 YouTube 的话，我如果连电视，我就可以在电视也可以看 YouTube， 比较不会挡机的那种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嘞？我很久没有在家里直播了，做 Switch 很赞嘞。就如果它是连在电视上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
其实我原本也一直没有去处理要卖掉这件事情，就是我是什么时候买的？2020已经放两年了，它现在已经卖出去，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价格。而且我现在买了一堆游戏，所以它可能还会继续待在这吧，还可以继续的使用它。但因为平常没什么跟我玩啊，就我自己跟我自己玩，就过年的时候会玩，或是哦。因为我们刚刚四号有来阿公家，但他回去了，原本想说可以叫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但是他已经先回去了。哦，马里奥电影今年会上映哦，这么棒！好，所以反正就是刚刚才玩了，才跟阿公玩保龄球。今年过年也是，就是保龄球是一个很适合大家玩的游戏。我有买那个。Nintendo Switch Bros 是这样吗？是它叫什么、啊？我忘记它全名叫什么，反正就是它的自己出的那个运动游戏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全家人一起同乐的。如果是保龄球的话，哇，不是土太深了，有一点。算了。星期一，猴子穿新衣，那是上礼拜了吗？上礼拜我怎么感觉过很久？这你不觉得过年期间，因为等一下调整一下眼妆，过年期间感觉时间都过得很慢，不是感觉时间都过得很怎么讲？那叫什么？就是感觉已经过很久了。大家最近都在干嘛？其实我也蛮好奇，一般人好，对，就是对，感觉很久不见，对，每一天都很久，喝在一起就很快乐。现在已经初五了，阿北，我现在看起来像生病，为什么？我今天也长得怪怪的我很好奇大家的新年都在做什么。我剩明天一天就要开始工作了，哇哇，开个特效好了，有没有特效？大家都喜欢衣柜哦，你们都喜欢衣柜哦。这个是新的哎，小猪，整理一下我的桌子。初二就开店，会不会太那个？只有小猪。兔子哦，没有，哪里没有？哦，这里啦。啊、哦，好啦，弄一下兔子，拿一下梳子，然后跟我的食物去。我把它壳拆下来，因为它这个壳，如果接电视的时候会卡住，所以就没有用。就是因为最近都是直接接电视，会常常要用到接电视，所以就把。那个壳拆掉了，好 ，OK， 整顿好我自己了，现在装上去比较可爱，是不是脏脏的？没有啊，我手把还是长一样啊，我手把还是长一样，因为我之前才看到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那个什么、啊、Switch 的。我之前买 Switch 我就买了它的一些周边，看还有什么，这袋它的周边，我还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保护壳、哦，
不是，这是保护膜。它还有保护膜，我都没有贴。算了，我也没有很常用，膜就先放着。这是哦，还有那个，嗯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之前贴在那个按键的，但是它会一直掉，所以我后来就把它都弄掉了。然后还有那个，就是这是什么？这是膜欸，突然开箱，粉红色的欸，粉红色的膜，我居然都没有，我怎么居然都没有贴啊？我就放在一直放着，我就一直放在那边，好吧，没关系啦，先放着，先放着。对，我之前买的，不知道，但我很不会贴这种东西，不是我自己买的。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哪来的一包，就在这边。嗯，好，反正先这样。怎么有红包？你这样是羚羊还是欧羊还是圈羊还是？我上次是才探讨过这个问题。没有，这个没有很贵啊，羚羊。对啊，我现在只剩这个猫掌，而且还歪掉，这怎么反过来？我这就是之前，其实我会买 Switch 的很大原因，就是有看到网络上很多那种把他的 Switch 弄得很可爱的，然后我就直接脑颇弱啊，就是你看把 Switch， 因为它原本是红蓝配色嘛，原本是红蓝配色，然后现在就加这个。粉紫色上去，然后我把它弄回来，因为我刚在电视上玩，所以因为很可爱，然后就是又可以玩嘛，就觉得哇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，所以就买了。也是因为那时候看到四号在玩嘛，就觉得哇，好好玩哦。你看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要买布丁狗的壳吧，但是就没有看到。合起来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很可爱啊，粉粉嫩嫩的。对，我知道，就是这种过年期间会需要，就是大家一起同乐的时候才买，不是才买，才玩，就平常也忙啊，比较没时间。但我买了一个，也许我平常会买的，不是为什么一直讲这话？也许我平常在玩的游戏就是那个 Just Dance，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什么游戏。现在就是 YouTube， 然后 Sports， 跟你看大富翁11，还有这个 Cake Bash， 但我觉得它有点无聊。还有3D 世界，马里奥3D 世界 ，Just Dance 跟这个回旋镖的也很好玩，然后跟赛车原本就有，还有马不是马里奥，奇诺比奥，然后原本就有 Overcooked 跟马里奥，就是传统的那种马里奥，没有就是。我要讲什么？最近才买的，我来玩奇诺比奥给大家看。奇诺比奥它就是一种单机的游戏。哎，它可不可以两人玩呢？好像可以。我看一下，它就是一个有一个正方形的小屋、小盒子、小屋子，然后。很多种颜色啊 ，Stato， 我现在玩到第13关。哎，我都没有开音乐，因为我上次在火车上玩。比奥在哪？比奥在这里。我要怎么那个、啊？有点吵。
它也是类似探险，但是奇诺比较，因为它有背包包很重，所以它不能跳，所以它只能左右移动。不是不是，它就是要在这个小空间里面，小空间里面解谜，找出所有的星星，然后你要看，这个机关要怎么触动这样。它不用攻击它，它没有要攻击，因为那些人也不会攻击它。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拿镜子，镜子在哪里？看能不能投放给大家看，对，有点类似密，但是也不是密室逃脱，就是他要找齐全部的星星就好了。我要怎么让大家看到我长这样？哦，我的，你看我书柜整理很干净哦。开始想镜子要怎么摆，不要乱摆，它太丑。到我房间了，要怎么弄啊？开始动脑，动脑。电视在外面啊，我是可以跑出去外面，但是我还要再弄一下。好像没有时间限制好棒哦！最喜欢没有时间限制的游戏。就这样了啦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反正就是，我现在是，你们是不是看不太到？因为太好小了。我在这里嘛，哦，然后我怎么玩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可以这样，可以环视，可以环视。然后我要干嘛？我要走去哪？我现在要去收集星星，然后我现在就先走下来。我可以拔这个萝卜啊！我被踩到了。哦，拔这个萝卜，这是星星，哦，我会死掉我都忘记我会死掉了。这是一个独立的盒子，哦，我会死掉我可以拿那个什么，我可以拿一些东西去攻击它。啊！怎么办？怎么玩？忘记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没想起来。哦，可以用这个萝卜打它。哦。我觉得我有点忘记怎么玩。我可以用这个很多萝卜，可以打它。哦，这只关我已经破过了。我这关破过了，我怎么没印象？哦，有啦，我有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萝卜，我不能跳，所以我只能在那边爬楼梯。怎么用啊？就这样。然后嘞，你看像他后面就有可能会藏管子，那个什么记忆力太烂哦，拉紧哦哦哦哦，我就已经过了哦，我知道了，要什么？要先找完钻石。哦，要每关都要找完三个钻石之后，再拿到星星就过关了。好，第14关，这里呀，这才是新的。好，我玩新的。现在像这样，星星在这边嘛，然后我要去找钻石。你看，像这边就有一颗，这边有一颗。我要把钻石都找齐之后，才能玩那个，才能拿星星这样子。我要拔那个萝卜才可以砸它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，这边都过不去。对啦，找到了，找到一颗了。黑盒，它不叫黑盒吗？这会不会刺到？不会，吓死我！不是，他们一直看我，我没有萝卜可以砸。一个探险的概念，好不好？我要趁他们不注意上去拿那个萝卜，才能砸到他们。或者是我直接上去。好，快点！他没看啊！快点！他跑好慢耶！好的，有了。
拔那个萝卜就可以砸它。哦，我还可以踩它哦。哦，我砸它一下，这样子。哎，没砸到，再一次。我要拔这个萝卜，然后再下去砸。有了有了，就这样就这样。你有没有看到吗？这是就是有一点小刺激。不用萝卜了。好，这样。然后这里上来。啊，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什么？哦，这里有一个小，哦，掉下去了。下面有什么？我要怎么弄下来？我想起来，哦，掉掉掉掉掉。然后你看我像我这样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来这边看，这要上去这样。哦，好这样。哎，等一下还没。然后这边就有钻石，我就可以来这边拿钻石。哎，我这边过不去哎。那我怎么办、啊？哦，这边有哎、欸，是吗？哎，啊，我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我怎么？啊，我怎么？怎么卡住了？我要从哪边去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蓝色蘑菇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就是在这样解谜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我上不去啦、啊！我现在没有路哎、欸，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死？不可能遇到 bug 吧？刚刚可以上去，但我好像没有上去成功，然后我就没路了。不是，我没有喜欢，我只是因为奇诺比奥才买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奇诺比奥。算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要自杀吗？重来吗？没有地方哎、欸，自杀一次好了。但是有出这个啊，就像耀西有一个游戏这样。哦，好，再一次吧，重来一遍，躲在下面。趁他不注意，有点忘记哦，有这样，哎、欸，怎么上去？这样子，可是我刚刚对啊，为什么我刚刚就没有地方可以走？哎、欸，碰到了，没砸到，踩他，砸他，再砸，砸。有了有了，好厉害哦，奇诺比奥！哦，刚刚这个已经拿过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，我不应该从这边掉下去的，我应该要走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没有路，对不对？这有路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一定要掉下去，但是我刚刚不知道掉到哪个神秘空间，很像什么？门的地方这里哦、喔，我刚刚就是因为这样走过来，我刚刚就走过来，然后好，我再下去一次。他对他掉跳下去没事，哎、欸，差点掉下去。对我刚刚就是这样，然后上来。哦，这里有门哦、喔，啊，我刚刚怎么都没看到？我刚刚怎么都没看到？怎么会这样？拉近景，等一下，不是，重点是这个门，怎么出去？哦哦，蓝色的奇诺比奥，哇 ！EUP， 他就这样、喔，没有别的。这要干嘛？我以为他会给我星星，那现在我要怎么做？再走回去。好，我再走回来。好，然后我上去。那我这样，我刚去这样啊，上来了，然后嘞，然后哎，再下去一次，哎呦呦，没有然后啊，还是我这边会有什么？哦哦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我上来这层了啦，哦。
我上来了啦，我刚在下面这层啊，我刚打开那机关，我上来了。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动一点小脑。之后，哎、欸，他在打哈欠啊，没看到。好，好，来，然后我们就走上来嘛，我们再去拿第二颗。不是我上来这里干嘛？我上来这里干嘛？不对，我还没有到这里，我还不应该去那边啊！这边也过不去哦。这是什么状况？嘿，下面怎么有一只黑盒？这样啦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回来回来，然后要去，哎、欸，还有一颗、喔，嗯，还有一颗在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还有一颗哎、欸，哦哦，这里有一个萝卜可以砸它，这里就是要砸它，然后去拿金币，这样一次就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不是萝卜，没有萝卜我怎么砸它？那就不拿了，不拿了，哎、欸，哦。这叫吗？上来，然后嘞，下去，下不去啊？哦，这里吗？好多黑盒，那我还是不会下去啊！真的是越来越难了、欸。有人知道怎么下去吗？擤个鼻涕好了，没有，还有一颗星，还有一颗钻石，对，还有下面的钻石，但我要怎么下去？接下来我们就面临了世纪的难题，我们要如何下去呢？我上来这里到底要干嘛？对啊，这一下也没用啊。就跟他正面对决哦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打他哎、欸，我会死掉吧？这里面有什么？这里面，我们要走回头路，这里到底怎么下去啊？没门儿！哎、欸，是有一个楼梯哦，该不会是要从这边下去吧、哦？我知道，我现在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潜进去。我趁那个黑喝不注意的时候，好，他现在看那边哦。好，他现在，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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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很好。好，走回去，走回去。我冲！耶、yeah! ！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拿到那个瞬间，我找到了。OK， 趁他不注意。耶、yeah, ，他没看到我。好了好了，上去上去吗？这边也没东西啊，啊呜，好痛。那这边吗？是这边吗？我现在要去找星星了。星星在这，然后我迷路了。这个楼梯哦，我要跳下去，对不对？我要跳下去再上去哦，会会，要不要发现就好了？他在追我了，好有有有，哈哈哈，没看到，没抓到，好了，上去上去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到了，到啦！有了有了，好，对，然后就会星星跟钻石都收集满了，噔噔噔，这就是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玩，我好棒哎，反正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玩，是可以去拿的样子，但是就是你要有那个。哦，你看他给我一个小任务，要收集那个香菇，那个 EUP 的香菇。好，再来第二关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就是隐藏的
隐藏的小任务，就是你要解完了之后才会告诉你有达成。哦，你看我像我前面没有达成这个小任务，就他每一关都还会给你一个小任务，对，支线任务，让这个游戏更有挑战性，这样。对，强迫症玩家噩梦。哇，这关好可怕哦！哎，它其实很多关卡都跟那个马里奥 3D World 的那个也很像，就是它的设置都蛮像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可爱的。好，给它拉个近景，开始喽！我们要开始喽，第十五关了。对，看一下，近看一下奇诺比奥，你看它有够可爱的，它看起来有点害怕。好，我们要调好一个适当的角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前进。啊，这个会掉下去哦！冲过去，冲过去！哇，这个也太可怕了啦，它会掉哎、欸，掉下去就死定了。哇，我的视角没调整好，等一下，我太近了，我看不到路，太近了，我看不到路了啦。我调太近了，欸，这个游戏视角也很重要，就是你视角没有调好，你就看不到前面的路，你就会掉下去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先调好，我看怎么样好。不要太近，太近了，好，这样，好，不要，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来，冲了哦！等一下，好，没开始啊！等一下碰到了，完蛋了。好，没事，就照这个节奏，照这个节奏，冲啊！要左转！怎么会这样嘞？太早了哦！好，再一次，我拿没命怎么办？好，等这边好，来调好，好，这样，冲！好，很好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冲啊！好，停一下，啊，对，它会冲刺，很可怕，好，好，休息一下。不是，它速度有点太快，我看一下是要干嘛？我是要用萝卜去砸那个吗？啊！我那边有洞哦，我会不会 game over 啊？我 game over 了！哇 ！Continue 会怎样吗？哦，我想起来，就是会叫我去拿这个，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金币弄所有的这个萝卜都弄完。如果没有弄完就手拔。哦，其实没有失去生命也没有关系的，生命自有出口。然后我就走出去，我就回来了。没有，我蛮多次忘记。蛮多次不是忘记，蛮多次 game over。嗯，好，再来一次哦。就是你要对，好，再挑战一次，调整一下角度。好，还没，好冲哦。哎呦，没有吃到金币耶！来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冲刺吃到那个冲刺之后，他就会开始不受控制的往前冲，然后呢，就会来不及刹车，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就跟你跑步的时候，你跑到最后你也会刹不了，你就啊啊啊啊！再一次，好，不管了，直接冲了。管他三七二十一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会爆冲，他碰到那个之后他就爆冲，他就自己爆冲，横冲直撞。你看他自己冲，我说我就不应该碰到，哎呦，别！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哎，他看不下去，他给我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来看一下。这是无敌星星吗？无敌蘑菇，
不是啊，我的重点不是在于那些干扰的怪物。啊！他会自己乱飘，他会自己乱飘，他会自己乱飘，这没用啊！一直给我这没用啊！我不管了，我随便乱走。这些不是重点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他会爆冲，他会不受控制。好，开始哦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只动一点点，他就下去了。下去！我不要这个无敌了，烂无敌！我还是用一下好了，不要太那个。好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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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脚印。完蛋，我快要最后一条命了啊！没事，我没吃到，我要回来。我看我上不去，我不能跳啊。好吧，视角不对吗？应该这样吗？这样好了。这个是有挑战性的，这个是有挑战性的。好了，扣扣扣，不是扣扣什么扣？这很难呢。啊！小只一点。这，我已经要转弯了，我死啦！Game over， 全部用在，全部这一关全部 Game over。还有一个没拔到。好冷哦。我不太想走直线欸，就不是我不太想走直线，我本身个人是可以走直线的，但是呢，我操控的电动玩具不太会走直线，我画的直线也不太直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前面算简单，但是后面就比较困难，你看已经第15关了，后面不知道还有几关。后面他没有跟我讲，我看不到。我现在就15关。好，我们要认真，不是认真，谨慎小心。对，我是过敏。麦考，麦考，好来，冷静沉着。那个当兵要喊的，那叫什么？阿力。没有那么多关，我记得他们几十关而已。加油！雄壮威武，然后嘞，我没在怕了，我没在怕了。好了，来喽！只蹦到一点点欸，没吃到，算了，我忘记我没有无敌了，不能无敌，你无敌之后你就没有那个速度感，怎么会这样？雄壮威武，严肃刚直，安静坚强，肃杰。确实，沉着、忍耐、积极、勇敢。好，沉着、忍耐、积极、勇敢。来吧！沉着、忍耐、积极、勇敢。转！哇！你不信，不信你下载来玩，你买来玩，我就不信你可以过。沉着，冷静。这游戏有没有什么 payball 啊？没有 payball 欸。放手啊！
我跟人讲，你就去买，你就去买，你就去玩，我就不信你可以一次就过。真的很难 ，everybody， 真的不是我在浮夸，我没有在做节目效果，我很想赶快过这一关，这真的很难、欸、我就一直卡关，他就给我卡关奖励了。有有有有有，耶、yeah! 啊！好嘞，好，等下等下，这边有一个洞，所以我要用这个丢过去哦。没有，还是怎样？我要怎么弄？还是我只知道走过去？我其实只知道走过去，那个是用来打那些人，是不是？这样我怎么下去？我怎么下去？我怎么上去？喂！我要先规划一下路线。我要先，他这边有四格，我要先从这两个走过来，再从这两个过去，这样才不会掉下去。好，再一次。我要走一个 U 字型，没错，我要这样绕，我要回，就回转。好，不，这是一定可以的。调整一下，好，来，哎，没吃到，算了，也回不去了。这游戏走不了回头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不会跳，它背着沉重的包包。打 S， 很好。你看到我的神奇回转了吗？对，我发挥我从赛车游戏中学习到的回转。我现在去休息一下，我现在先站在这边，我休息一下。对啊，蛇形还比较稳，我直行根本就是乱跑，使出我的绝技了。好了，然后我要等下切过去，然后我要走一个 U 型哦。好，来 Go。来哦！哎，喂喂喂喂喂啦啦啦啦！嘿！好，丢一下这个，不然我等下没路走。哦，这不是萝卜、哦。等一下，我规划一下路线哦。这关也太长了吧！我最好能走到。这真是整人游戏。我看一下怎么走、哦。好啊，等他。不是啊。哦。他卡在那边，我怎么过？根本过不了。他也没有给我打他的，我会死掉吧？他没有给我，你看他打，你看他在伸懒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没有，不像马里奥。玩这样子过去哦，那我一定会变小只啊！好，我先这样过去之后，走到这边下来，损失一下一半的命。我不能啊！你看，就算我走这条，但是我没办法走回来吧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随便啦，直接杀过去了啦，不管了啦，有了啦，中奖了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是看一下，就一直走下去。那、啊、这个可以干嘛？萝卜来砸一下啊，没砸到。我砸了个寂寞，哇！哎，踩到那个，他等会回来，砸一下萝卜。好了，没用啊，其实这也不用砸。好、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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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。好，准备，等他上去，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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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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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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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OK OK， 这应该也是 EAUP，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小只的话，他就会给我一个那个砸砸，我不要掉下去哦，我怎么砸到第一排的？哎，他只能砸到第一排，他不会砸哎、欸。我们快到了，大家啊，怎么少一颗？哦，在这里。那、啊、怎么过去？要用萝卜砸，对不对？但我没有萝卜了。
你看他又在伸懒腰，伸什么懒腰？我没有萝卜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大不了等他过关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说不定前面就死了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冲冲冲冲！等一下，太多人了。好，等一下来了，他不是控制，他不是控制，他不是控制啦！那路那么小条，他怎么过了？要重来了，要重来了！他路那么小条，应该是无敌星星。哎，好，可以可以，要记得用萝卜去砸那个钻石就好了，其他都，就是最后一条路比较难过。哎、欸，真的是要左右左右哎、欸，我们是蛇是不是？说明最后一定好像要左右左右，真的很难哎、欸，这根本是史上最难端关卡，好难过、喔。知道这是双关吗？这一关很难过，让我很难过。哎、欸，跑直线居然可以，欸、不是。我真的，哎，人生真的很难 ，everybody。好了，我去帮姐姐包春鞋。大家都有看我们 P 组的过年影片吗？大家喜欢吗？来喽！放他走，转弯，转，我叫你转，我叫你转，什么啦？剩一条命了，又要重来了。OK， 随便，直接冲了。哎、欸，还是我用右手控制、欸。哎，布丁，哦，不对，右手是控制视角的，我是在哈喽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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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，很好很好很好 ，S 型 S 型。S 型才是真理。我刚刚那个钻石拿过，我就不用再拿。但如果我要 game over 的话，我那些钻石就要重拿了。所以我这一关这次要争气哦。反正丢萝卜也没什么用，反正我无敌星星。好了，很好。哦哦，这也是金币，无敌星星。哦，不用过去了，我为什么要走过去啊？我已经拿过了，所以不用再拿了。这边是要干嘛？拿个 EUP 啊，没有 EUP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固定的，好，直接冲了，好，直接冲冲冲冲冲，调整一下这个视角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好好好好，过去过去，好，拿一下 EUP， 耶、yeah! ，好，来。丢萝卜的时间到了，我刚刚怎么就是没看到这个钻石呢？来哦，砸，这样砸得到吗？砸不到，这样怎么砸、啊？我知道了，再这样子，去去去去去，拿到了！好，现在是，最难喽，我要走那个喽，我要走那个喽。我要走那个蛇形，好，直接冲了，直接冲了，管他的！啊！没关系，我还有一条命。好，我们这次就直接往前冲，都不要管了。没有，我这个只要我这一条命还在，只要我这条命还在，我还没有 game over， 我就还有机会，我就向前跑。我知道我手要这样这样这样，小幅度的掌控，小幅度的掌控，动作切记不要太大。我超边边的边缘人，来喽，继续走。我现在有无敌星星，好，先过来，休息一下，喘口气，喘口气。我们大家的手就是要这样哦，小幅度的动哦，就是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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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
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有！哇！噔噔，好开心哦！这个游戏的秘籍是要小小的弄，小小的弄。什么东西？前面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前面凉凉的？哦，这是要干嘛？我可以收集金币的关卡。嗯。好可爱哦。你看在睡觉，你看有不同颜色的奇诺比奥。我要去收集金币了。抢完了哦，这个游戏就是给我们限时抢金币用的。皮诺比奥有三只哎，我买那个 3D World， 就是它也是像之前的马里奥那样，只是它是 3D 的。我现在中场休息讲一下这个游戏，然后因为它是 3D 的嘛，像之前我们可能玩 2D 的，它就是你在砖块下面这样跳就有了。但是3D 也会变成说你这样前后左右就是都有，所以有时候常常会对不到，就是你会跳到它旁边去，然后整个就界面就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操控，就是有提升它的困难度。所以我真的不会看 3D， 就是空间感，对，我的空间一直都是我很弱的领域，所以呢3D 的那个游戏对我来讲就蛮困难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那里面就是他这，我觉得他这个那个奇诺比奥有蛮多的那个关卡都是像那个 3D World 是一样，就是像刚刚那个有一个樱桃，那个樱桃吃了之后它就会变两只嘛，然后再吃一次就变三只，这个也是那个 3D World 是一样。然后像刚刚那个会掉的那个，我只是在介绍，像那会掉那个砖块，那砖块嘛，那个也是跟那个 3D 一样，对，就是拿来一起用。哦，好，我现在玩第16关，16关可以简单一点了吧，不要那么难，我要打喷嚏了。我要拿我的棉，不是棉被，我要弹着来。谁在叫啊？请用不要。这该不会是害羞幽灵吧？他很害怕是不是？穿一下这个，我好冷哦。到底主还不敢回来，我有点饿哎。嗯。是他，你看，哎，这完全会照到我的房间呢。他在叫，这个是那个，他很害怕，史努比，这是史努比，他很害怕，在哭哦，是在哭。然后再喷一次我的那个，你干嘛一直叫啊？其实我不要，因为这是妈咪的啊。说的也是，哎，我的喷鼻子的，喷一下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！他叫的好可爱哦，我
要不要，就是很可爱一个香菇头，然后很喜欢叫，乱叫。嗯，那个什么环球影城啊，不是有那个马里奥世界，有点想去，好赞哦！他那个做的很真的感觉，很可爱啊。Oh my, oh my god！好啊，看一下他在叫什么。他回来了，赵玉主要回来了，我要有东西吃了。这好像不能双人玩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，我要盖好我的毯子。猜猜吃什么？对，我等一下会被挡住这件事，我现在不能戴帽子的盖的。好，冲啊冲啊，怕什么？怎样怎样？这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点这干嘛？哦。哦，它可以点的，很好，它可以用触控的，像这样子，它就跑回去。你看，它很害怕，你要放大看它，你注意看它哦，它等下叫的时候它就很害怕哦。快点叫啊！你看它很害怕，好可爱哦，它超害怕的，我快笑死。等一下，怎么弄？挡到我了，这个我没有想要看这个排行榜，可以走开吗？这样子 ，OK。我说这个游戏有结合一些触控的，他真的超害怕。他在抖哎、欸。好，很害怕，很害怕，你还是要继续勇往直前。哎、欸，倒到第一个了，啊！看似顺利的仕途，在刹那，哇，还有饮料，哇！你看这个还是热的，我要这个。走，开运，先休息一下。嗯，它真的很可爱。没有吃的、哦，要去买哦。这个是那个板上双响炮。他这个一直叫、欸，很烦，很好笑。他已经爱好很久了。好啦，等一下，我掉下去了啦。这怎么会找我房间呢、欸？还好没有很乱。那怎么样？应该亮度要调亮一点，是不是？设定一下。好一点吗？没有，好一点。好，我要点开。哦哦，哦，不对啊。哦，嗯啊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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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我栅栏挡住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我怎么是拿到第二颗啊？这是鬼屋哎、欸。嗯，你看，近看放大看，他很害怕的样子，好好笑哦，再次。看一下全景，没有，这是鬼屋，鬼屋的感觉。
你好吵，但我喜欢。嗯，好，要走回去。那这个门要怎么办？这个门是要怎样？我会掉下来啊！哦，这样吗？哦哦，这样吧。啊，害羞幽灵，要看着它，它就不会动了。好，我放一下远一点，看一下现在什么状况。打开的时候可以完全跳下去才对，错了。那我怎么回去？我要回去，怎么没声音？我要回去，有有有有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想想，等一下，我要回去啦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没有成功。嗯嗯，没有了，要重来。我刚没有弄到，不是，是刚应该要趁他打开门的时候，那瞬间就要跳下去，这样才会拿到那颗钻石。好，不行，好吧，那等下先过关了再来拿好了。等下晚一点再重来。哎、欸，啊，鸟尾哦！怎么从这里出来？好烂！我没有要上来，我怎么还有我第一颗都没拿到？还好被咬到了，还是怎样？时间到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正好要重来一遍。好，重来一遍，快点，快点，加速，加速！先拿这个砸一下。哦，第一颗钻石在这哦！我死掉了啦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还不给我萝卜，我的，我死掉了。Too bad. Again. 好，确认一下。我刚前面看他玩，我看他叫，等一下，我应该先去拿萝卜。萝卜嘞？没有萝卜，这样是要我怎么样？好了，好，刚，这个拿过了，对，好，这，啊，这个，对，这样，好，很好。我想一下，我忘记了。不是啦，这样子才对。真的假的？哦，不是，啊，不是，这样，进去，出来，下去，哎，不是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，先把这两个弄掉，先不要碍我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弄他、啊？不行啊，一定要打他、啊！怎么弄啊？等一下，我快想到了，嘿，我又忘记按了。目前暂时没有。好，
好了，我已经会了，会了。处理一下害羞幽灵，要怎么让他那样啊？哦，用光要灯照他、啊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就是这里呢要趁那个，对，趁他在这里的时候，我进去门，然后他跳下来这样子。好了，没事，不要叫了。等他们走过来，等他们走过来这边，他现在在这边绕，我要让他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赶快跳，赶快进去，那个门才会从这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啊，过来喽。还没，那怎么不过来？有，他到这里，好，进去，出来，跳。我是天才吧？不是，他本来就是要这样玩才会拿得到那个。还有金币吗？我是剩一条命。好，然后我就可以走了。再一次，我才能过去。这样子。哦，刚没有来这里。没有，我刚有来这里。我看一下这还可以干嘛？没有，这就这样。啊，这个嘞，这是刚开始。然后还有一颗，没有，都拿完了。哦，那可以上去了耶。啊，好了，抢先一步，抢先一步。呀，完成！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哇，还要用四次点击就那个，太难了吧？要记得那个顺序就可以四次点击。好玩，这游戏真的一开始很简单，后面就越来越难。哦，要30颗，我有啊，我有的是钻石。新的游戏，我现在是，这边是左脸，哦，你看好可爱哟、哦！我现在在一台列车上，好，开始哦，来吧，冲进来，他的萝卜有点没有。我要砸黑喝的啦！啊，去！难怪他刚刚给我两颗，没看到我。别追，有了。什么转圈圈？哦，对啊，同样的道理。好了，然后可以上去了。小心这只鸟，趁它。走的时候上去，下去，下面有什么东西没有？那边有蓝色旗都不要。好，然后嘞，下一步了，从这边绕过去。哦，怎么意思？哦，他要攻击我，我以为是我攻击到他了。奇诺比，啊哦，这边可以干嘛？教我啦，我要跟你讲话是不是？没有用啊 ，Hello。我在给他掌声呢，没用啊，这个可以拉吗？算了，拉不到。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办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好坏哦！他就给我一个香菇。好，继续走。差点被攻击。哦，你看他可以这样子看，俯视。嘿呵，我没有过来。哎呦！吓死我！等一下，啊，我怎么办？啊，我怎么办？他在这，我怎么过去？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跑过去。好，要上去吗？上去面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
我要去采黑喝是不是？我要把那个那只采掉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嗯哼嗯哼，嗯哼，好，趁他不在。这什么钻石？按钻石怎么过去？嗯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黑黑在那边，趁他不注意，走到后面就好了。哎，怎么进不去？哦呦呦，哦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他在门口看到我。我刚是走错路，我是走错了，我是犯了错误。这能这样哎、欸？完了，完了，上不去了，进不去了，重来。公司零条命了、欸。我遭遇传死死劫，我进不去啊！因为我刚刚就应该要进去。好，先过，先过。不是啊，可是我现在过，如果我等下又死掉了，不对，我先过。好，我先过，我先过。对，我要重走一次。哇，你看他怕怕冷欸，你看他在怕冷，他在怕冷。你有没有看到 ？Hello， 你买了什么来？有钱吃吗？好啊，我玩玩这个。这个要怎么玩啊？好难哦！你问我吗？我没有，我在游戏实况。啊，我怎么上去啊？哦，没意义啊！我上来这干嘛？我被整了吗？好了，随便出去就好了。还是星星，不是星星，钻石藏在这里。如何使用迷宫哦？我上不去。虾米艺术？不是，我刚刚走上来这里要干嘛？我只是想啊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哦，有够聪明！哇，这布丁什么时候变这么聪明啊？星星藏在这吗？对，哦不是，我被骗了吗？我被诈骗了吗？我被诈骗了，没有星星，只有蘑菇哇嘞！我还在那边解那么久，还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想太多。对啊，这布丁什么都变那么聪明了，有点吓到啊！这个对对对，这个是砖块是要干嘛？我们来检查一下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哦哦哦！哇哇哇！你看，藏在这里耶，藏在这里耶！啊，我要怎么办？砖块拼凑出别的道路，好，我先走回来。怎么办？求救！救一下，教一下。我还没有这么聪明，我解出一个，我已经觉得我好棒了。什么下去拿啊？不是，我要把这个砖块哦哦用手哦哦哦天哪，用手就好了，不早讲，我在那边研究。用手就好了。这游戏真的很好玩，这游戏真的很好玩，这游戏真的很有创意。噔噔噔噔，这游戏真的很棒，这游戏真的很有巧思。哦，差点死掉，没事。斧头，这里就到。
没有，就哎，还少一颗哎，我居然只找到最后一颗，我错过了什么啊？我先过关好了，我先过关，我先吃东西好了。我们下来等一下就会想到前面两颗钻石在哪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他把我带去哪里？现在什么状况？我怎么被鸟带走了？我怎么被鸟带走了？怎样？我没有拿到前面两颗钻石，你就要让鸟把我带走？我被鸟带走了，这是什么情节？啊！哦，下一关就是鸟的关，了解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吃东西了，休息一下。啊，休息一下，喝点饮料，好好玩哦。为什么？开箱。鱼肉饭啊？不是。嗯，这不是。神秘的东西。放着吧。对，现在是晚餐开箱时间。好好冷哦。好玩吗？你有看我玩吗？有，还不错。我很聪明。在 PK。我们 PK 什么？这没办法 PK，、哦、这只能一个人玩。真可惜。还是其实可以。好，我先好听他的音乐好了，听他的音乐就好了。不然我还要再切到去音乐去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怎样？你为什么要在那边等我开箱哦？对啊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什么啊？铁板面。这该不会是从你们去吃牛排哦？那这是什么？蘑菇铁板面加肉加蛋。你到底从哪里买的这什么奇怪的东西？这什么肉？牛肉？这猪肉？耶耶祝连锁除夕团圆。不会啦，我小心。真的会醒鼻涕，醒到鼻子这边周围都会有点干干的破皮，这样好可怜哦。我是白面条派的，没有啊，它是有加蘑菇酱。这个是蘑菇铁板面。收拾一下。太冷了，还是我开一下暖气啊。但我就觉得好像是我的暖气昨天有超回大的味道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暖气，我把插头拔掉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暖气在超回大。如果暖气在超回大，我现在打开我是不是有危险？我是不是有危险？哦，我不知道是在哪买的，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买的。不是暖气，是那个小小的电暖炉这样。我打开我看看，万一它等下就爆炸怎么办？我怎么一直流鼻水？我已经喷过我的鼻子了，还是我地板太冰？没有穿拖鞋，我的脚在地板连接这个冰冰的脚太冰，我整个人都冰冻了。到底怎么会这样呢？不要乱那个呢，不要乱开玩笑呢，真的不行哎。真的假的？我其实吃药没什么用，我通常是喷这个才有用，但是我现在喷了还是没什么用。Oh no！
把脚收起来，有好一点的感觉。但我这里没有暖气，我只有那个小暖炉。但那个小暖炉又是超会打。我真的是可怜的过敏儿啊！好，先吃点东西。有啊，虽然饱哎、欸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去哪里。就是花莲，好吧，在哪一间躺着？这边还有一个，不是毛的问题，是天气冷的问题。好，很好。可以用两个人呢。我突然发现，你看，这里有写两个人 ，two players， how to use？ Oh my god！ 可以两个人玩呢，我一个人在那边辛苦什么啊？我叫道具组陪我玩就好了啊。可以两个人，然后跟一个可能是帮忙控制的 ，amazing！不早发现，我现在才发现，那这游戏很好哎、欸，这游戏超值得玩的吧？这游戏真的很适合哎、欸。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陷害，因为它其实也做的攻击也不太多，可能也没有办法，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个吧。它好像没有办法电脑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找电脑，就是它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攻击，比较少能攻击的地方。没有，它是同一台两个人玩。そうですね。一直流鼻水。可以啊。你要许愿。我觉得味道很重啊，口味很重。我没有想说要不要买录一集羊肉，但四号说他觉得还好，就没买。好感啊。我今天是兔子，我今天是兔子，面，我要叫道具组跟我 PK， 没有 PK， 这是合作游戏来 PK。我没有兔兔装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值得买，是它是真的做的蛮好的，就是细节蛮多的，不会说太简单，但是不是不会说太难。还会有点难，需要动点脑筋。
加上我是奇诺比较小粉丝。对，虽然吃不惯那种卡很久，你们可以买那个线上版，但线上版就不能就是转卖了。还是过年玩就没人陪你玩了。哦，对，可我刚刚也都一个人玩啊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玩也 OK。感谢大家甜布丁的握手会让布丁两步完售，但上次就公布最后加布了，所以可能应该不会加布，他应该不会加一步加再加布的。咕咕，你买了什么？对，应该是不会的。确实，你也可以自言自语。哎哎哎，没事啦，朱莉恩，不哭不哭。嗯，好吃。那是玩什么的？大家都玩一些我没听过的。谢谢朱元说的香槟红红火火版。哇哦，这很酷哎！极速浪漫旅，红红火火版，祝你新的一年红火火恍惚，好烂哦！祝你新的一年，哇！哎，祝愿你很多红红火火哎！谢谢朱莉安的钻石，好炫哦！谢谢朱莉恩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红红火火火红红火火火火什么梗吗？你们都知道吗？我怕有些人不知道。对，你打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打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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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会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，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，都是呵呵呵呵呵呵。对，只打呵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。就像你打什什么西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什么，不是史密斯，什么伊什么伊斯就会出现史密斯，所以史密斯就会变成什么意思的意思。我们是啵啵啵啵什么？德特勒勒新年兔兔队。咒语感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咒语感，就是他们另一组是噼噼噼里卡、噼里啪啦、波波丽娜、贝贝鲁多，是吗？我们要有咒语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是
不不不不不不星野突出队、哦、我念错了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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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要念八个字，所以不不能不得得，不不能不得得那了。因为我的 B 卷是那个啊，因为我的 B 卷是我的游戏，我游戏还放在旁边，我等下要玩。可是那个有点久了。霹雳卡、霹雳啦啦、波波丽娜、贝贝鲁多，我没有念错吧？哪有？有吗？我觉得我念对了。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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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， 霹雳卡，霹雳卡 ，P P P， 哈哈哈哈 ，P P P， 霹雳卡，霹雳啦啦，什么？霹雳卡 ，P P P， 霹雳卡，霹雳啦啦，波波丽娜，贝贝鲁多，霹雳卡，霹雳啦啦，霹雳卡。霹雳卡屁霹雳卡屁屁屁霹雳霹雳卡霹雳啦啦波波丽娜贝贝鲁多，嗯、哦，真的，抱歉了，屁多，霹雳卡霹雳啦啦波波丽娜贝贝鲁多，有啦，我有讲对啊，我怎么一根头发掉下来，我也觉得，我以为他要叫我跳 Luma， 但 Luma 我应该跳不动，如果我应该没办法，脚抬不起来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天穿那样，我原本是穿靴子，长靴，但是我们一到拍摄场地之后，发现哎，要脱鞋子，然后我就穿蓝色袜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出门随便拿一双袜子，我想说我穿靴子看不到，结果呢，我穿蓝色袜子。我穿蓝色袜子，我穿蓝色袜子，红蓝哦，很红蓝配哦，不是啊，我穿红色的衣服哎，我随便穿袜，我穿蓝色袜子，可能那个影片看还好，但是现场很突兀哎，怎么会变成蓝色袜子？我是疯了。有蓝色跟红色有点没有很搭，你知道吗？搭配 OK， 搭配。我那是浅蓝色，不是，我没有说我要穿红色袜子，只是可以朴实一点。蓝色有点跳痛，说不定可以。我平常穿白色啊，白灰色的铺麻袜，对不起，讲出来随便，铺麻要不要找我代言？超不搭的，浅蓝色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哦，感谢刘小晴，刘小晴借我她的红色蝴蝶结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了，不然我原本也有一个红色蝴蝶结。你们知道那件衣服我有穿过，
楼下回答我那件衣服哪一个穿哪一哪个时候穿过，然后对，是他借我的，他借我的，不然我看起来超奇怪，就是头上空空的。谢谢刘小晴，我爱刘小晴，刘小晴真的人很好，他真的对我很好，我很喜欢他。哦，你忘记了，这面好吃哎，没有关系啊，我没有拉喝，我是猜是不是他。哦，是不是我家的再回片？我记得我那天有直播啊，大概是前年的初几啊，初一还是初二吧。我穿着那件直播，直播完我就去花莲了，我就赶火车了。嗯。你们都不记得哎，用心打扮。那天是哪天？你说那天哦？哈，真的。面很好吃哎，还是我饿了？哇，今天这个很 chill 哦，配这个饮料很舒服哦。应该哦，但我下午有吃一些东西，所以还好。因为我很少红色的衣服啊，我很少红色的衣服，衣服都是粉红色的，红色的很少。没有，因为我想到那件衣服我只穿过一次，而且上次穿就是两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我想说这件衣服也不常穿，我们要让它有出场的次数。我只穿一次哎，我一定要让它发挥第二次的价值，不然它就没有价值。那件裙子对我来讲有点太短了。我不喜欢太短的裙子。腿太长了。跟谁比啦？蛋好吃，谢谢。我是紫傻妹。有我看到啊，谢谢姐姐 take 我。我今天好素，真吗？嗯，好粗，素不素？台湾国语，对，他想要有运镜的感觉。那我化妆了。太饿了，我没有画眼线，也没有画睫毛，越来越懒，饿到了，玩游戏消耗太多脑力，过年嘛，没关系，
因为眼线就是拉长之后，它就会让你的眼型看起来比较长。其实我觉得我有暴饮暴食，我觉得我吃了蛮多零食，自己觉得。但是我其实正餐都能吃很少，我通常过年正餐我都吃不太下，我都会吃很少，就可能不吃，没有吃饭，或者是就是喝点热汤之类的。所以呢，我昨天量体重是没有变，没有变化。放太久关掉了。但吃零食也没有吃到很多，就只是多吃了几口。够啊，够啊！我刚有虫，等我一下。它总共到底有几关呢？不知道。我现在是维持，好不好？维持。我过年都不会吃太多的，没有过年变胖的问题。谢谢乌鱼。我吃了蛮多蛋卷，因为蛋卷好好吃。Hello， 米手。不是，是那个福圈圈。我那天就是路过一间 Seven， 还发现福圈圈有很多种口味，还有巧克力，还有抹茶，但我都吃原味的。我们家买原味的。过年就会买福圈圈，因为大家都喜欢吃蛋卷，买了好几，就是然后带了四包去花莲嘛，好像都没了吧，都吃光了，太好吃了，大家都吃，大家一起吃。今年过年就是，我也有就是用那个保龄球啊，就是大家一起打保龄球，其实还好哎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都在玩奇诺比奥，大家一起打保龄球，蛮好的。保龄球算是一种比较老少咸宜的一个游戏吧，我说 Switch 的，我有包红包啊。我每年都会包给高月子红包，我是大孝女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大孝女，我是用 Switch 玩的。还好。就是用收到的红包钱再包出去。顽石，应该有吧？其实我已经忘记我每年都包多少了，我都忘记是包多少了，所以我就随便包。对对，然后为了不要归还呢，所以我包给他们的比我比他们包给我的少一点点，这样就不是归还了。
这样不能归还，这样就没有意义了，然后少一点点。留一首，哪有他们很开心好不好？重要的是心意好不好？不是金额，重要的是心意，跟送礼一样。重点不是送什么，重点是你的心有没有？心有没有心？谢谢谁？等一下，有一种比没有好吧？谢谢光泰的红包，我从几岁就开始包了，十岁。少女布丁 this， 我也忘记我从几岁开始。好像真的很像只兔子哎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就觉得回馈一下。这么好，你好像要几岁？不知道哎，可能我出社会，我已经出社会了吗？大学毕业吧，我其实已经忘记为什么我要包哎，无聊吧，钱太多。等我大学毕业这样可以吗？好吧，等我大学毕业。谢谢博君的红包。没有，我红包钱算很少。我红包钱都领很少，好吧？我没有很多。现在拿的红包，有人更多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灯烛，灯烛，来陪我玩。哎，我的口红嘞，没有口红。陪我玩，我刚发现可以两个人玩嘞。对啊，你可以过来了。你看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哦，没差了。等我要请他陪我一起过关，让他。整理一下位置，来自你的位置。我想一下要怎么玩了，等一下。我坐在这里。好啊，你坐在我对面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我就看得到了，有没有？怎样？我怎么样？我懂，我懂。不是啊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摇杆呢，就是它要架在旁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刚刚说我要去找口红，我找一找，我就。跑去哪了？他不是要拆掉？对啊，要拆掉。不是，我只是让示范一下两个人怎么玩。道具组肯定都是在旁边不知道在干嘛，晃来晃去。等一下我要拿那个过来。装上去。我化妆包怎么不见啊？会不会装？我应该要弄，对，我应该要拿我的脚架来，因为我的桌子可能需要用一下。我的脚架呢？刚刚才看到一个人说东西都找不到，笑死！我整个哦，我看到化妆包了啦，视线的死角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我的那个掉了，哪里有破破烂烂？
你有看到？在看到、哦、哪里？衣服啊？啊，你看得到？我的直播到底是视角到哪里啊？这样也看得到，这也看得到。哦，嗯，我想说，你看得到我旁边有一只布丁狗，我吓到了、欸。我想说，怎么可以看到？这样也太多了，视野太。哎、欸，它就是我的化妆包啊！它就是我的化妆包啊！它越来越破了，它破皮了。哎、欸，不可能趁我在忙要给我红包。阿 Ben 就是你，抢完了啦！我真吓到哎、欸！化妆包啊，化妆包，有点脏了。口红在这里，它帽子可以翻起来没有啊？涂一下口红啦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一只杆子。嗯，这样子一批一批哦，等一下哦，想一下 ，look around， bubble 可以用 bubble， 你是紫色的 ，bubble 往下，左边加摇杆 look around， 嗯。哦好，蛋奶哦，架一下手机，没有，好像是一样的道理。有桌子了，再放一下。对，我现在超忙，手忙脚乱。啊去！那这样子，筷子包装，这样我要怎么看？好难哦。好了，先放着。等一下啊、嗯，快点动脑，时间到了，这个比这游戏还要难动脑。那你住在这里？我不行，我要在这里啊。好，这样，后退一点，他不要掉下去。我这样可以。好，开始。你这样看得到？可以啊。我们要救他。哈，这么刺激？哦，这是动画是不是？我在那边垫一个东西，他就动。我们是要救他，他是奇诺比科，啊，这么刺激哦！他会攻击我，哎、欸，往前，一直走就好了吗？往上。他怎么走那么慢？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走那么慢？好可怕哦，太刺激了吧！这要干嘛？等一下，哦。上面这个是移动视角，道具组是蓝色的、紫色的啦。紫色的。这里没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好吵！等一下，可以换视角，这样。这里，萝卜砸谁？这里，啊！我掉下去了。我复活，复活吗？有复活，有，可以变泡泡。你拿到了，他会攻击我们吗？好像会。先不管他了。好。我出来了。这里要上去吗？哦。好吵。好，然后嘞？哦，我们会被风吹走哎、欸！我会被他的翅膀吹到哎、欸！我不会讲中文啊，这样子，哎呦，风好大哦 ！Oh my god！ 应该怎么进来的？好，我上去，等一下，找第二颗，
哎呦，躲起来！啊，我被吹走了，你看，我被吹走了。我在哪？我在这里。然后嘞，我过不去，我被卡住了，完蛋了，我要怎么过去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怎么在这？你的对面。我过不去了，我被卡住了。你往回走啊！哦，把我吹起来干什么？好，我上去。你上去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好，来过来过来。你还按泡泡，那你也会按呢、欸？按一下右边那颗应该就下来。哎呦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上去。好，这里。我们上不去。这个啊，这个有一个按钮。啊！拿。啊！怎么办？我不小心就掉下来。从这里，从这边。对对，从那边好。好难哦。你在哪里？这才第一关吗？没有，这已经是十几关了。你怎么？你在那里？你在这里。哦。我要帮你切视角，啊、过去那边、啊啊。到了你那边了。对对对。好，走。好好来来，好好上去上去。上来。这要干嘛？好，然后嘞，这边。哇！我怎么掉了？怎么用泡泡？怎么用泡泡？哇！好难哦！这边上面是什么？太好烦了、啊，这只鸟！哎，不然你追下去。哦，这里这里，这里很难，幸好它没有时间限制，不然我很紧张。啊，不是，我下去了。不是，这等一下，重点是我们刚上去之后，然后还是看不到，要等它风吹到这边。哎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你掉下去了，你掉下去了。上去了，然后嘞，靠墙壁一点，比较。哦、我们已经收集到两颗钻石了，这么厉害！哦，他还催我们往前抵制，往前抵制，看不到、哦。好，走进来。有了有了，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？怎么上去？怎么上去？哦，我知道，哎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这边这边，这边上去好像就到终点了。但是还有一颗，怎么拿？怎么拿嘞？走回头路。是不是要下去从这里？对，要下去。然后我们人在哪？这里。然后嘞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从这边，哎、欸，我上去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们在这个建筑哦，哦，这里，上去。哎、欸，看不到，要挡路，挡住了，这个风一直吹。上去。好的，先停。上去。哎，完了，它风吹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它冲吹我们这边，然后我们过来之后再上去呢。嗯。好，我就停在这边等他来。好，暂停一下。那两颗钻石也可以过啊。可是我们要追求三颗。好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啊！怎么这样？我怎么下来？啊！又惨叫那么大声。这是才有顶场感，好不好？我怎么下来？我怎么下来？哦，什么？你按泡泡啊？怎么按泡泡？我有点忘记。
嗯，怎么看不到、啊？你怎么下去了啦？有吗？有吗？挤过去，挤过去，快出去！出去就有。有了，好，出来，出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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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它吹过去，拿风吹过去。好，等他。对，蛮有临场感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去。进去啊。对。哎。对啊，这里面算了。哦，对。你别偷懒。冲啊冲啊，对不准，有了，好了好了，哦，按发射，哇，这是什么黄金哦？然后他要干嘛？还要打他是不是？什么状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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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决的。哦，要哟，还有大魔王哦，拔萝卜拔萝卜。我快下去喽！我打他的意思是没砸到、哦，有吗？有吧。小心不要被萝卜砸到！我被萝卜砸到！快点，你活着，你要活着，等我。拿着，对，拿砸他。人嘞，这边。就空气哦。萝卜，不要下去，不可以下去。你快点下来，出来。萝卜嘞，他不给我萝卜。好，拔，砸他！啊呼！抵抗！你不要这样抱抱偷懒啦！打到，哎，跑走了。你不要这样碰碰啦！他风来，你要赶快反方向，才不会被吹走。快点，萝卜！幸好龙王关有那个道具组。你怎么被砸到了？我怎么都没丢到？恭喜！还没啦、啊，打到一次而已。那个什么，马里奥的大魔王都要三次，你都不知道、啊。你被砸到了！差点死！不要死掉啊！哇！快点出来！我的！为什么跳下去？我要往前，我要砸他！有！我要往前，我要砸他，结果我自己人就下去了，我自己就下去了。这视角怎么不太对啊？这视角，我怎么换视角啊？有点换不了视角哎，这样我都看不太到。这视角我不喜欢，你不要按泡泡。哦，我知道，想起来了，对，按左边，对，这个视角才好一点。哦，哎，你做点事好不好？好，冷静。哎，要打他三次哦！拔萝卜是哪一个？按右键，一直按，一直按。喂，气死我了！你在右键一直按，对，却乱丢啊！被砸到了，我们快没命了，不能 game over， 要重来了，活着。
保持冷静，冷静。我很冷静啊，我怎么一直变泡泡？它会自己变泡泡？哪会啊？你一定是按错。哇！你死掉了，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了。丢，快！被风吹走了。孤军奋战的感觉真惨。我对不准，我被我没有被砸到，还有一个机会，丢，有了，还有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撑撑一下，我手都在流汗了，有个紧张的，哦，他生气，你完蛋了，哦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哎，谢谢谢谢比科，等一下换个视角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哦，我被砸到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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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一直按泡泡啦。你又按泡泡哦，疯哦！最后机会，丢！耶！我真的手都在流汗，怎样啦？太胖了。哦。啊，比科嘞？哇，比科跟星星来了！哦，终于，终于。这是谁？比科。哦，我也好累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是要有这种克服挫折、克服难关的那个感觉，不然你一开始就太顺利，就不好玩了。好棒哦，我好厉害，到那种啊，这游戏该不会结束了吧？过场动画，才第十七关，不可能选没有整数的关吧？没有了，就这样。七吧，不可能不选个二十关吧？那就没了。我看到这个通关画面，我都会很难过。我讨厌看到结尾，我要哭了，好难过。你不觉得看到破关，好应该会有吧？那你不觉得看到破关的画面都会很难过吗？是失落。嗯，我就想哭啊。没那么惨吧？好难过，我还没玩的尽兴哎，我才玩第二次哎，你才玩第二次，对，真的结束了。李安，没了。嗯，那还有十八是什么？第十八关吗？还有下一本书是不是？哦，第二章是吗？对的。过关才能打第二啊！第二章啦，第二章有没有看到？不要吓人，姐姐。然后就第二章也是，好可爱哟！来，开始吧。嗨，比科。他要先带领你玩，熟悉一下这游戏。你要上来吗？上来。怎么卡住了？哦，走错路了啦！
欸，你怎么这么简单？第一关。嗯，哦，鸟又回来了。Oh no， 它要被抢走。好可爱哦。Oh no， 鸟又回来了。啊，我怎么被带走了？啊啊啊！好难过。Oh no， 拜拜。二。什么意思？叫你去买第二张。没有啦，哦，换比科了啦，换比科了。一开始是比奥嘛，现在换比科了。主角换比科了，变粉红色了。哇哈！但感觉它只有两张哎。怎么爬、啊？哦，往上。是怎么用？哦，举，我看不到。哦，啊？你，我是蓝色。等一下，你不要乱跑！等一下，回来。哦，你不是来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前面刚那个还没弄完，你就回来，你就跑来，那、啊、这个还可以上去吗？不行。真的是你在累耶。我在讲话，我就死了。你在雷欸，我们要拿星星，你知道吗？哦。我没命了，剩你一个人。我们请看道具组表演。你可以转视角，你要按上面那两颗可以转视角。哦。上面哦。嗯。哦。对对对，小心不要被那鸟砸到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然后呢？他说你要按着下面那颗加转那个钮，还是怎样？好，算了，换两颗去。他说我教你。有吗？没教我啊。他说按下。哦，然后转圈圈这样。你们踩到了啦！好好笑，完蛋！第二章一开始就 game over， 哇哇！反正是从头开始的。我要查一下到底有几章，我有个心理准备。哎，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砍树，不是砍树。哎，可是只有一个人。拔拔拔！按哪一颗？右键。哎、欸，你也有哦？没有，现在不用按右键。好了，没了，可以走了。叫声好。三张哦，真假？那很棒哎。我、哦、是还有第另一张是刚那个紫色蘑菇，是它总共出场哎、欸，怎么放到最后一页？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总共会有三个人物。Here I go！ 不是，你这个第一个要先弄好。好、哦，先上去。对，等一下。那要转圈圈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我先上去。要转去哪、啊？重点，哦、这里。还会追我，他掉下去了，笑死！哦、oh, ，OK， 理解。你按，你出来一下。好，换我看一下换哪一边呢、啊？下面啊。那边呢、啊？还是这边？哎、嗯欸，这里可以。不用转了，就去对面再转了。啊，是哦，要再转一次。你一直。另一边也要去啊，另一边才要去，要去另一边，不是啊，这边滑下去不就好？等一下，这有点难控制。哎、欸，
奇怪，哎，你怎么又下去了啦？对，不是在这里。不是，那边旁边有钻石。哦。你为什么碰到他？哦，真的哦，好酷哦。等一下啦，你不要着急。你看都付我们免费蘑菇了，哎，你怎么没有？好可怜啊。哦，我先去这边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站着，你不要动，你上去，好，然后你转开，转到中间哈。对对对，然后你转到中间之后，先不要动哦，往那边转。你怎么死掉了啦？你人嘞？哦，你上去转。哎，你也有这个哎，恭喜你，你不用死掉了。按着下面，然后把这个转到这边去，那边。对，中间还是最中间。好停，好，好，对，这里，好，拔一下草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或是萝卜？好，我上去。等一下，等我，你要等我上去。嗯哼。这上不去，要爬楼梯。对，爬楼梯。好。没有哎，什么特别片？还有特别片哦。好，可以了，走。是吗？对。对，下去。哦，等一下先把这个转过去，看要转哪边才对。你不能被他追到呢。你下去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要下去！我没有要下去，我没有要下去！我下面来了。好，算了，还有一颗哎，重点是还有一颗在哪里？找一下。算了，反正我们也不用这个萝卜。等一下哦。这个石墙要怎么进去啊？算了。好难哦，对啊，等一下哦，这边下去哦，这边还要再转嘛，那可能在、哦、这个要转的，可能在后面，这个要转到那边。哦，那是我自己，不是钻石。好，等一下先上去，你不要跟我打架，我们那个转向来打架，你碰到他没关系，你现在是无敌状态。不小心就掉下去。你用泡泡吧。好，等你爬上来。嗯，直播已经超时了。哇！好泡泡，泡泡。泡泡怎么用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忘记了。好，他等下就会自己把你带过来。那你先转呢、啊？我转好了。那、啊、你就滑下去啊，我就跟着过去。你变泡泡干嘛？不是我，都是你啦！哟，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变泡泡 ？Game over 了，完胜了啦！还胜哎！道具组很烂哎、欸，都没玩过啊。道具组很不给力哎、欸。泡泡就是那个、啊、跟马里奥一样，就是你躲在那边，你对你就是你会跟着你的队友走，然后你就是不用动。那、嗯、等我练习好，下次再。笑死。嗯。大家困啊！不要连直播就到告假。就告假为止。为止哦。犀利。好累。这个是那个奇诺比奥前进奇诺比奥队长，我先弄一下这个
增加岁数，岁数什么？增加生命。我还是比较适合一个人玩。要聊什么吗？大家有想要聊什么的话？哦，这好酷哦！我差点以为它就要结束了。哦，还有特别篇哦，它还可以 VR 哦，那么酷。哦，它还有那个哦，这样子，还要再多买哦。我现在没联网，很好玩呢。这游戏推荐大家，很有成就感吧。掘墓什么内容可能聊吗？哪个掘墓？你说现在七月送的香槟，你说那个我们的除夕夜还是这什么东西？我突然解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怎么突然打开了这东西？我没有动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我怎么突然进来了？我为什么突然进来了？我刚啥都没做。在睡觉，知道干嘛？哦，他会给你一个小彩蛋，是不是？你在界面太久就会这样，就会出现，是不是？Return， 这么酷！这个游戏真的很多小惊喜。有啊，就是除夕夜的时候，对啊，好用心哦，好赞。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一个人玩，大概组有点累赘哦。我觉得那个什么，就是除夕夜那天有，哎，还有哎，不止一个哎，会不会太用心啊 ？Oh my god， 好可爱哦，好就是。就是那个什么，那天除夕大家有一起看这样子，你就哇，找找这布丁在哪里，而且跟他闲置太久，他会有小表情，真的很棒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我玩过最可爱的游戏，应该是因为我很喜欢奇诺比奥，就是一直跑来跑去，我这游戏活了10年了。我自己也累累的吗？还好吧，还算有点那个吧，还算有点贡献。反正这个过年其实这几天其实还真的没干嘛。你看他还自己坐下来 ，Oh my god， 什么用心的东西，这么久了，我一直 get over。欸，他还自己跳回去，笑死。好，反正就是这几天就是去花莲。然后去花园的时候，也都在打 Switch 之类的。最近就是 Switch 日，如果大家有玩 Switch 的话，推荐大家一定要玩这个。很冷呢，而且还下雨哎。我没有做什么，就是待在家里，没有拍照。因为我长得很丑，而且我都待在家里，我没有出去看家。有啊，我去的这几天有下雨。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兔兔兔兔兔兔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没有回去，就是没有都待在家，没有出去。
要啊，我后天就差不多要开工了，就是每天都有练习，就是这几天放一段寒假，寒假放一段春假之后就开工了哦。擤鼻涕。对，两天后过两天要开始练舞，疯狂练舞，好开心，开工大吉，大吉大利。等下也是四周年了，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咯。好啦，差不多到这啦。大家如果我下礼拜直播很好，应该也是礼拜四吧？还是还没？还是还没排啊？好像还没排。哎，忘记了。面榜时间，面榜时间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潘朵拉，第九名是 Alice， 第八名是 Akira， 第七名是奇人，第六名是钟颖，第五名是林阳，第四名是伯君，第三名是艾拉，第二名是阿贝，第一名是朱里恩。谢谢朱里恩，谢谢大家今天看布丁的直播，希望今天大家看得开心。我有玩，就是我那个，你居然看不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就已经讲了，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所以我的评语理所当然就是每一道菜都很好吃的那个啊！好笨哦，我打到桌子讲错话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开工大吉，兔兔兔兔，啊，数钱数到吐，拜拜。晚安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再见，晚安。